Hello， 啲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是 Danny， 歡迎收睇 Dan Man 826頻道啊。今日區區玩食咧嚟到西九龍的元芳呢度咧，而家上緊天際100 Sky 100上去睇睇喎。星期日啊嘅晏晝啊，今日係父親節啊，我就上咗嚟 Sky 100呢度，因為之前咧我佢哋有啲商場嗰啲分可以換張免費飛，不過張飛舊年12月換嘅啦，到而家我就嚟到期之前咧，我先嚟用。不過今日好多人啊，頭先排隊換飛咧都排咗一個鐘頭咁滯啦。咁但係上到嚟今日，因為有少又有呢個日食睇啦，所以啲人上咗嚟，好多人都真係好旺場。咁呢個天際100嘅觀望台嘅地方咧，樓高係100層啦，當然就係393米嘅。咁而家望落去咧，因為今日天氣真係好靚啊！好清啊！全部維港兩岸嘅景色都可以睇到。咁除咗上到嚟天際100可以望落去望到維港嘅景色之外咧，咁其實呢度有埲牆後邊咧，都有好多香港一啲嘅景點啦，一啲嘅特色嘅嘢，一啲嘅歷史咧介紹可以睇睇嘅。好似頭先我開過啦，可以見到係電車嘅啲歷史啦，或者天星小龍嘅歷史啦，都可以睇到嘅，都有少少教育意義嘅。如果小朋友上到嚟都可以學一下香港呢啲唔同嘅歷史。另外一個多人上嚟嘅原因咧，原來而家係六月份咧，三十號之前咧做緊一個買一送二嘅優惠嘅，咁你門票188蚊，即係188蚊3個月上嚟，即係大概60蚊鬆啲啦，所以 that's why 咁多人上嚟。咁呢個嘅優惠我唔知道佢7月之後咧會唔會再做。觀眾朋友如果有興趣嘅，就上去天際100嘅網頁度睇睇啦。咁啱啱喺呢個天際100 Sky 100落翻嚟啦，咁而家喺元芳，咁諗住喺呢度揾埋食啦。既然嚟到呢度啦，咁佢有一間咧開咗係叫天天海南雞飯啊，呢間好出名嘅，大家可能聽過新加坡嘅一間嘅海南雞餐廳嚟嘅。咁喺元芳而家都開咗間分店，之前咧已經喺銅鑼灣都有一間噶啦。咁而家過去睇下咩好食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啦，而家入到嚟呢一間嘅天天海南雞飯嘅餐廳喺呢個元芳嘅。不過你而家望出去咧，啱啱太陽咧落緊山咧，西斜啊都比較曬啊，啲陽光透入嚟。不過都但係望出去呢度都好靚啊。今日其實係一個日食嘅日子嚟嘅，不過而家都見到個太陽好大個，日落緊。咁就叫咗幾樣嘢，叫咗一個半隻燒雞啦，一個煎蠔烙黃金蠔烙，一個鴛鴦菜花，同埋一個蜜瓜燉螺頭湯嘅，就有幾樣嘢試下。咁其實佢 menu 都好多嘢喎，裏邊都。海南雞飯咧係新加坡米芝蓮嘅推薦餐廳，開到嚟香港有4間分店，元芳係其中之一間。佢餐牌除咗海南雞之外咧，好多嘢都好特別嘅。呢個墨魚膠蝦多士咧，睇落去都唔錯。另外有個蒜泥嘅豬肉，同埋一啲新加坡嘅小食，好似沙爹串咁樣啦。雞方面，除了出名的天天海南雞，還有一個文昌雞和燒雞選擇的。
饭你可以选择白饭啦，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松露咸蛋鸡油饭。不过今日咧，我就净系选择拆咗一个普通嘅鸡油饭。我哋叫呢個燉湯就是叫做蜜瓜燉響螺，佢裏邊真係有兩嚿嘅蜜瓜肉啦，但係佢嗰個份量都幾少嘅，79蚊呢個燉盅呢個湯咧，其實真係咧幾啖就飲曬嘅，不過有兩嚿蜜瓜同埋個螺頭肉咁樣啦，飲一飲先，係。好清甜嘅燉湯味，不過係細碗啲啫。啱啱試咗佢一件嘅燒雞啊，雞肉好滑，個脆皮都燒得好靚。我依個醬汁有三款，有個就係辣辣地嘅酸辣汁咁啦，有一個就係好濃嘅豉油汁，有一個就係淮鹽可以點嘅。呢塊就係個黃金蠔烙啊！睇落就好靚，嚟到好似塊披薩咁啊！呢個黃金蠔烙咧，我都要讚下佢，係炸得非常之脆口嘅，裏邊嘅蠔肉都好多，點呢、這個海南雞嗰個嘅辣醬嚟食咧，都相當唔錯。不過咧都幾大件啊，如果人多 share 就會好啲，人少咧都幾飽肚啊。咁佢嗰個鴛鴦菜花咧係有兩個菜嘅，係有個椰菜花同埋加埋呢個係咩菜咧？呢、這個？有啲油麥菜咁樣，總之有兩隻菜嘅，咁咧同埋咧有少少嘅嗰啲銀魚仔啦、乾魚仔啦，有啲嘅馬拉攢醬咧咁樣炒嘅，好香口。頭先話有啲辣，但我又唔覺得辣喎。今日咧，其實叫呢幾樣嘢咧，都係幾款嚟試下嘅啫，因為個餐牌真係好多唔同種類。即係你唔好以為係食淨係食海南雞飯喎，其實係乜都有嘅。小食啦，有啲餸菜類啦，好多嘢都有嘅。除了食嘢之外，我都重点想推介一下佢嘅呢个水果茶饮品。今日我哋叫咗两杯，一杯叫桃之友友，一杯咧就系百花奇龙啊 ，size 相当之大啊，好大杯，38蚊真系好抵饮。呢杯饮品咧，百花奇龙啊，原来咧头先同老板讲咧系。奇异果加火龙果 mix 埋，再加个乌龙茶嘅，好好好饮。而家试下呢个咧，佢呢个嘅秘制豆腐花，食落去真系好滑啊，好好味，豆腐花好正。嗰、那个食落去嗰个质感，那个豆腐花滑到咧，唔知佢点样整嘅。觀眾朋友，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，記得給個 like 和 share 給你朋友，中尾訂閱頻道，又喜歡看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的，記得按埋個訂閱和鐘仔，當我一收新片出的時候，你會第一時間知道，還可以追蹤我 Facebook 和 IG，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